暴雨，下得太大了，今天。下得大的一部分走了，看不清了已经。对。大暴雨了，开那个雨刮器，怕你看不清，刮的猛的。就是看不清了都。像这种公路，你看见没？那水都已经这么沉了，这种公路不应该那么多水啊。雨刮一下湿着了的。要不然再停这吧，我刚才看见路边又在那停了嘞。没事嘞，咱离这么近。雨下的太大了，都已经看不清了。哪里看水呀、前面就前面看水都谁去啊妈妈去呗妈妈去爸爸也来爸爸也去乐乐去吗去好咱们都去消毒了已经是下雨下来看这竹子都倒了压到上了都打狗就能坑上了下雨了打狗能压了蛇面酒。哦，今天给你做的蛇面的。对。那都吃过没？那都光吃过。吃过泡面。蛇面酒还没吃过嘞。没味道。我知道。都牛亏了你，有你事呗，有你事儿。就是爸爸亏亏。那亏了你。爸爸亏亏。你是事儿，你有事儿。我也亏呀。那不是你嘞。你是事儿呗，给我嘞，都亏是我嘞。下手吧，你要来呗，要收呗，不让下手吃吧。这个好吃，么么好吃。这个不好吃，这个好吃，这个好吃。这个叫啥？这个叫什么呀？知道这叫啥吗？蛇面。蛇面。饺子。饺子。蛇面饺。蛇面饺。哦。你加普通话，你加辣椒粉。哈哈。那咱粉丝。红薯面，红薯面，饺子，饺子，来这儿来，来这儿。大林，包年子急了，包年子急了，把雨水扫扫。天不光不下了，它出现大晴天了已经。这天，你这里这里。干什么好像不乐乐又不穿这个。哦。回来了，家里的快递拆一拆。所以今天还清闲一会儿。就是。这个是一个西北汁儿。西北汁儿。没事了，就是盖物。哦，这是酱。这不是酱。啥都有，超六点券啊，啥都有。这个是放菜色的，你自己放心，然后你想，平时你想弄的，在家里一会儿就行。今天回家把快递拆了一下，今天呢我们这边又下大雨了，下的是雷暴雨。蛋蛋的经常说我就是瞎买东西，买一些没有用的，但是我感觉我买的那一堆是有用的啊。购物嘛，就是女人的天性本性。现在呢来我家这边了，明天早上呢我爸说要做两个那个骰子，就是筛那个酸枣仁用的，因为我爸呢也算半个木匠，所以呢我们就是打算自己来做一下，没有去外边买。明天呢早起要早点起去做这个骰子，做完以后呢还要去小婷婷家里去参加小婷婷姑娘的满月宴。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谢谢咱们大家的支持，咱们呢可以多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拜拜。